由南韩知名媒体 Dispatch 策划的 The Festa 展览近日来台展出，集结 TWICE、SEVENTEEN、BTS 等九组韩团，公开无数珍藏影像及照片，吸引粉丝前往观展。台湾男团 Phoenix 成员夏普阳、陈俊廷也来到展场朝圣。所有的女团里面，你最喜欢？我蛮喜欢 TWICE 跟那个。好，我喜欢 aespa。其实我们也算后辈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前辈们如何的在舞台上发光发热，然后如何站稳脚步、站稳舞台。所以我们都会慢慢的去看一下前辈们是怎么表演的啊，这样。九月将展开 Phoenix 第一场专场演唱会。夏普阳与陈俊廷在准备之余来逛展，希望能跟娱乐圈的前辈们好好学习。夏普阳表示，他认为展览需要透过长时间的成果累积，希望自己也能慢慢增加作品，带给粉丝正面的影响力。演唱会的调性会往哪一方向？我们 Phoenix 现在主打的就是男友力、亲民、性感，就是这些标题在我们 Phoenix 上都看得到。我们团可以唱的风格跟曲目比较多种，所以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曲目上面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，多方位驾驭。所以除了性感野兽的一面，可能也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比较抒情啊。 The Festa 首次来台，集结韩团录制特别舞台及拍摄独家画报，还有艺人亲自绘制的作品，让粉丝们不用出国也能追星。中央社实习记者冯玉芳台北报道。